我们俩都是花了五万，我们俩自个儿去行，两个人。我们俩自个儿去行，两个人。请安全，请勿向窗外和前面扶手，谢谢合作。 重庆地处两江汇处，依山筑城，沿江而立，在中国四个直辖市中，自然地形最独特，城市景观最精彩。城在山中，水中有山，山中有城，既是江城，又是山城。观赏新山立体重庆城的最佳方式，就是乘坐索道。 那我给你拍个vlog，然后晚上剪一下，好吧？别录点素材，录点素材。重庆地处，如画卷，发展，进山，城市符号，长江通，通往南北，长江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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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1930年，它记录着重庆人的生活，记录着重庆城的历史，闪耀着重庆特色，彰显着重庆骄傲，是山城上空单曲循环最久的一首经典老歌。迎风吟唱着巴黎人家的故事，游客在此可聆听到一个岁月、一个时代的重庆心跳，寻找到、感知到魔幻之都的前世今生，从而了解重庆、读懂重庆，并沉淀了一段独特的山城回忆。长江索道现有重庆都市空中游和重庆夜景空中游两个沉浸式的游戏，精美点的比如说从北向南一路而行，前山后岛一山一岛一水，宛如无声诗另起舞种，跋山涉水自然妙趣皆融其中。罗兰向北一孔飞渡，古楼阁尽霄上，金粉仙林罩一山的渝中半岛渐行渐近。山城外形，重庆特质一览无余。南北廊坊之间，随着城市天际线及空间景观层次的变换，犹如观看一部动感十足的 3D 版城市电影。作为重庆城市名片，长江索道还是现代影视剧在渝拍摄首选地，曾拍摄过《周瑜的火车》《能不能下时间坐回去？在不坐索道白来重庆的游客们，欢迎游客进入。确定吗？对啊，你还要走，错过了体验啊。我们看看时间多不多，如果人多的话。